Hello，我是江江。我今天来介绍这台开荒者，这是第二台我不推荐的车啊。我们在那个战争商店，他这台车不便宜哦。如果你有批发价格的话，是495万。哎，等一下，我讲错了，49万5千块。然后如果你直接购买的话是65万8千块，65万等于是你刷两场太平洋，就这个价格哦。我们去看看可不可以改装好了。不晓得可不可以改，因为它其实还蛮大台的。这台车除了它的轮胎有做避震，它也不像跳跳车可以跳起来啊。不晓得那个轮胎这样子有什么用处，还是说它上面可以放车子，还是放直升机呢？我们去看看改装铺。哦，太快太快！我有点刹不住的感觉，哈哈哈，直接把人家撞了。哦，啊，不能改装这辆车。好吧，我们就开回去吧。哇，我要翻车了！哦，Jesus，让开了！哎，没有撞到哎。哈哈。哦，要掉下去了！不要！哦，哇塞，他居然滑了一下，这个车子哦，还好回来了哎。啊，不要！哈哈，我卡住了啦！啊，掉下去了，旁边应该可以上来哦。冲啊！我先标一下路程好了。走下面好了。哦，它直接弹起来耶，把人家踩一下。OK，我们这台车介绍到这边哦，我们下一期再见，拜拜。